熊猫门兰究竟有多聪明。火门兰可是国宝哎，没有抱抱绝不回家。这天，门兰的妈妈门门正在爬树，门兰悄悄走过去。我们妈妈真是笑出强大。门兰越狱是从小就练起的吧？毕竟小时候凯门开锁不在话下。过生日时，门兰将竹叶倒掉，然后利用餐盘给自己照镜子。继承了美兰爸爸的美貌，就是如此英。